那个三叔，你用手指这个老太爷的名字，在第八行的左边。你站到左边来指。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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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行，陶峰先长书。这个叫长寿楼夜明游景楼，陶先生游号在历，建于民国，为陶峰先长书写作之作。好，我们先停下来。你小时候有没有看到陶峰先长书？长寿楼看到。他经常进出长寿楼里面。你是陶峰县的第三个公子，叫郑恰吧？对。所以陶峰县称为蓬莱仙岛诗人，旅居台湾是郑恰的。